这辈子你有没有为了脱单拼过命？恋综史上首位拄拐杖的人气王来了，酷的心愿综里女一战思琪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元气学霸少女，而她初次登场便是战损状态，让三个男嘉宾爆笑辅助。你们能有一个人帮我扶着一下我的头吗？我真的看不见。我帮你扶了吧。不是，你这样像我们俩提着你的头摆明显。两个人捏着耳朵是几个意思？而露出真面目的他，就要男一汤义俊当场就看呆，当晚便选择给他发送心动视频。而与他组队游戏的男二张一鸣，第一天也对他很有好感。有点想给小郑发，我也有点想给那个西西发。他们俩都挺好玩的。而霸总男三张天宇，即使没和女一战思琪一起组过队，但却对他各种主动关注照顾，还特地跑去房间照看落单的他，当晚更是给他留了心动视频，甚至当着男一小汤的面主动要求抱他。要是我把你抱下来得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抱不了，背不了。不过女一战思琪虽然第一天便能俘获最多好感，但是真正的脱单最强者还属于女二张子谦莫属了。下一集刺激的来了，而我们马上再见吧。